好，这次钱柜的火警造成五人罹难，钱柜的部分深表歉意，也承诺负担伤者所有医疗费用，全力协助死者善后。当天因为有部分民众逃生之后自行就医，没有留下联络资料，钱柜也为此成立了24小时服务专线。当日自行就医的民众可以拨打02-2769-0035这支电话，钱柜公司会尽全力协助大家各方面的救助和补偿事宜。与他相濡以沫，没选择。